那么有哦，就是拢用迄心咧做代志。那么迄心参良心，两个本来就是一体的物件，所以讲因就是一块样。我都是在遮，咱问到看你家己啊，即有时间咱也去甲看吼，下咱慢慢去体会，当中参咱的修道当中过着，真正做不坏。吼、哦，那么所以讲，咱就是要回哦，咱本来就有诶良知良念，本来就知影道德观，本来就知影要安怎来，咱就是应该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姊妹，本来咱就知影爱报恩了缘，这就是修道诶过程，就是要互咱来找回遮自己，找回咱诶良心本性，互咱知影讲遮诶工课本来就是咱诶职责，就是咱诶职责。哦，那么咱人的本分就是爱为咱家己负责，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都关系着众生，不只是关系着咱自己，嘛关系着咱周遭每一个人。今日咱踏入了佛门了后，拢所学习的就是道，道在哪里？道是啥物物件？道就是在咱在座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咱的一举一止一动，拢在代表着道。那要让人知影道的尊贵，就是看咱今仔日安怎去做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学得道了后，咱在这修办道的过程当中，咱学习的道，咱爱将道十二的本质，咱来甲展现出来。吼、哦，咱来以心是道，家己去实验，安尼好简单。而且咱嘛要了解，咱今仔日咱一个人的改变，会当度足侪人。咱千万唔通看轻咱家己，唔通讲啊，我头无啥物找啦。啊，我也无啥物朋友啦，啊，要度人也无可能。哦，人咧口才有够好诶，但是咱拢毋通看轻咱家己。咱只要咱经度了，咱有做改变诶话，咱要度人足简单。吼、哦，啊，比即嘛是比有一个真实诶事情啦吼。伊、哦、即个陈慧欣有一位李大主，名叫李主吼，啊，真着位可以啊。伊在阿未修道诶进程。伊是青昆星当中正业庄严的人，还阁有人来个。吼、哦，伊是青昆星庄严一个足歹的人，会当讲是地方的恶霸。伊歹到安那，有一次吼、哦，一只猪母去个田兜安尼行过去吼，啊，真正甲留下痕迹啦，甲放一堆屎，留一堆猪屎。啊，伊倒来了后，看到迄堆猪屎呢，就去问讲，啊，这啥物啊？个猪啊，走来遮放？哦，啊，问问个咧，就是呀，不是倒下来，就冲去甲人个厝里，啊，就甲迄个主人讲讲，恁猪寮内底对一只猪仔，我走去阮兜放生，啊，即、這个大家拢作惊伊个哩，伊派咱个庄人啦吼，甲囡仔骗袂掉啦，甲讲出外来，出外来，囡仔输掉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你也看安尼偌歹，啊，伊只主人看到安尼。就甲伊讲，迄只，啊，迄只是猪尾内底个猪仔片。伊问问个，伊嘛无咧管遐多个哦。不是倒下来一刀骨落去，无第二刀一只切做两块。切落了后，阁无煞哦，一手换一块，换来放伫顶摆啊，下出海，出外海了，甲放落海。嘛无爱互主人摕去食下去袂哦。哦，那么经过因缘生成，人甲道义来求道，求道了后，伊做一番个大改变，伊了解着道真谛真性真。当然，这嘛是来个因缘生成成果有限，因为伊在求道个时阵，桂林八卦路中，彼时阵打桂林遐个人员个时阵，看到路中迄只猪母甲猪仔囝要来求道。啊！伊看着安尼，伊就真正了解着讲，这道真正真嘞。啊！伊过去所做个代志拢毋对，所以讲伊就改变家己，包括讲伊针对个一寡细汉个，伊嘛拢甲带来教导，足侪拢对伊来教导。啊！伊真哩就度足侪人，所以讲咱拢毋通轻看轻着咱家己。即、這个人遮歹，咱慢慢讲啊，迄无经验啦，迄人遐歹着度迄集体伊担个啊，咱拢毋通有即种心理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因为伊的改变，到尾啊，伊就当引进足侪众生来求道。哦，所以讲，这拢是咱每一个人，咱爱学习的。今仔日咱求道了后，咱来分享听道理了后，
那等你处理，但是搁安尼看到囝儿是谁啊？是阿拉伯安尼咯，了了生活代志咯，大声细声，那敢会搁安尼去听啥？哦，对。啊，咱若是听囝了，咱对是大人友好，对囝讲话温顺，阿拉伯之间咧讲话，拢会用参详的口气的话。恁厝里的人也会认同咱的修道，伊自然伊就会来对咱来评价。哦，即在咱道场当中嘛，足侪真实的事情哦。所以讲修道其实就是一门忏悔功夫。咱嘛知影，天天上帝就是开机啊，上帝即当存在。包括讲之前有位蔡姐啊，即以前咧开机的，伊刚才拢知，但是咧，伊嘛是咧谈。啊！你抬你啊，唔讲啊，他抬你啊，上侪都会当安尼放嘛，多多连地上位啊，你来去搁抬你，有诶生意无安尼，你又卖了咩？我都袂抬，我都袂趁钱啊！哦，咱家己啊，嘛有一个道安尼啊，啊伊知影抬你无好啊，造孽啊！啊哟，讲我过三顿他无变安怎？啊，去买猪仔诶人咧，咱来伊若知影诶，啊，猪仔若卖抬你，我都袂买啊，我著来买菜就好啊，啊，讲讲诶，拢啥？拢啥物代志，拢别人个代志，毋是我毋对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家己本身无真真正正去甲做忏悔。那么，咱来当透过内心真心的忏悔，话咱才会当放下咱心中一支刀刀，会当找回咱家己恢复咱本来良心本性的地心温。那么，在座各位可能会讲，啊，主席讲的话，我太低了，我心内有刀，咱各位心内有刀无？嗯。有一支刀，咱若来讲伊想来的时阵，就讲啊，好，迄个人讲话哦，正口倒舌，够来个哦。哦，所以讲，咱每一个人，咱了解了，咱嘛是爱将咱心内迄支刀，甲伊放下，咱才会当斩断咱家己的一寡无好的因缘。哦，啊，参像《心经》所讲的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才会当度一切苦的。那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吼，时间无济，即咱拢有听过讲说，讲咱就无去做解释吼。那么今日咱有幸又到受经书一次见识，了解着咱家己的良心本性，了解咱家自己，咱就应该善于表现伊话。别人看你是一尊佛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天道。如果你的心境、环境，才会当营造起来的天道。咱是哪用最好互伊自然修行的方式，做会用成佛，因为迄是慈悲心的显现。哦，那么咱学佛，学佛啊，就是要用最自然、最清净的心，就是用最简单的代志来办最不变化的代的事情。哦，这就是今日咱自己培养、上培养的属性，培养己的属性。哦，那么。第五点，修道的真心会当予咱得着什么？咱各位，咱在座各位，咱修道修几十年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有予咱钱无？敢有？无。啊，有予咱官位无？无。啊，敢有予咱的事业？拢无。啊，拢无咱修道的创啥？哦，结果这就参照讲佛道，有一间诶，有人咧问佛道讲。啊，经过修道，佛道你会当得着什么？佛道家讲，我啥物拢无得着，就参像你遮咱家己拢摇头安尼感觉。但是佛道佫个微笑，甲你讲讲，毋过我会当甲你讲，我失去的物件，我失去了愤怒，失去了忧郁，失去了悲观甲沮丧，我失去了不安，我失去了。